辣妈现在要来煮火锅啦。今年跨年我们决定要在家跨年就好了，因为现在外面比较冷，今年很冷，然后又疫情的关系。爱加洋葱较会甜吼。对啊，咱无放味素啊，咱有洋葱。好放哦。好。这个是香菇贡丸嘛？现在这样煮火锅，整个好温暖。黑啥货啊？高汤。内底加的。哇，今天跑去买了这个桌子，小桌子，想说难得要在家里这样子算围炉吃饭，就买个小餐桌比较好收纳，因为太大也不好收纳，因为空间其实家里也没有到很大，所以就想说买一个这样子可以放食物，然后要收起来的时候也方便，感觉还不错啊，也蛮稳的。不过呢，有大学生，他们呢是不怕冷，因为呢凭着一股热血。热情很好，对呀。赞赞赞！今天火锅要偌济啊？要到800公，沙茶是必备。奥克兰在放烟火。他们已经那个啦。解禁了。已经2021了。哦。哎呀，我都没有啊。妈妈。哎，这啊，这个呀、啊，这个给你啊，这个中棍的。我弟去朋友家跨年了，所以今天就我们几个而已。做些观众讲，嘛是要倒数跨年。啊，不是讲咱这个较一块桌啊，同个一块。哦，对啊，超工早起买一块桌啊。啊，无网友大家拢讲咱是安怎，咱拢倒厨房啊，你只。自从我爸中风之后，这两个，我们的那个桌子就收起来了。吃拢一点没？这我搞你吃。老婆阿公想买一个牛番茄汤的，较水，可以当提味。羊肉怎样？赞。麻烦你吼，我这看吼，卖用嘞。很多人都跑去合欢山，都要去看日出了。电视机又不太大声，不太大声。嗯。嗯。你冇用沙茶酱滚啊？冇，那个好啊。这几天突然间冷起来，羊肉店生意好到一个不行。刚才等这个等超久。1月1号开始。所有的入境的外国人，就是本国都不能进来。老板，你做多少？好用好不饿啊？挺好，你别饿的。这桌子大小是买的很刚好，第一次跨年在家里跨。以前我们都会去那个梦时代。对啊，自从后来高雄发生那个气爆之后，高雄梦时代跨年就不放烟火了，去也是吃吃东西，要倒数一下这样。终于要结束了，其实哈，这一年真的是也是碰上了很多波折啊，频道的经营啊，遇到的一些问题，然后起伏啊什么的，觉得2020年真的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考验的。对各行各业都是一个考验。对啊，每个人遇到像这样子的大环境的波动，有时候会很容易想放弃现在手边在做的事情。嗯，光是我们自己在经营的 YouTube 上面，其实也有很多人离开。做一件事情要放弃其实很容易啊，一秒钟就可以放弃，但是要坚持是没有期限的，你要坚持多久能达成你要的目标，或者是有一点成绩。最后留下的都是那些坚持的，但是他们过程没有很幸运，
吃了。两天工而已。听一下吧。鸡块吃起来啊。那你们都不吃？有啊，那你可以吃多一点啊，20块。我吃一堆啊。我也是啊，吃很多。因为20块，然后这边薯条是3包大包的。嗯，因为你说今天要跨年，跨年是12点，现在才7点多，我分量给你准备到12点的分量。等一下如果要吃点心的话，我那边还有蛋糕，我还有蛋糕啊，那个鸡蛋糕啊，还要分站到12点的呢。你不是要跨年，跨过去那个时区的话要12点，这样就要讲个告辞离掉。等一下我看要先追个剧了。最近如果这几天天气冷要洗澡。热水一用出来的时候，要从脚开始先慢慢冲上来。对啊，忙先洗头，唔通独先哭加先抢嘞。哎，热胀冷缩也随缩起来。年纪比较大的长辈都在厕所里面，为什么洗到一半，突然间昏倒？热水一出来，马上就往身体冲下去。今日个听你滴讲，阿妈只能刚刚听寒尔。系啊，伊咧惊啥货？在本所内在整洁的精灵，结果叫的时候，无啦，帮我开始包卫生纸。你看哦，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哦。万一是一个中呢，多少人会中？对，然后你看在旁边吼啊叫啊，那个口沫这样子传。那你要想呢，我们台湾全台湾加起来医疗机构有办法负荷这么多人，这是一个风险考量。各处应该雄战的啊，对了。你该跨年跨完去处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然拢是金榜时代。哎，刚好听讲咱迄个合欢山下雪。还没，圣诞节开始不要洗头发，可以家里下雪。新竹剩2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时候如果在新竹啊，你也笑了。你有当时啊，不是搁你吹电风的？不是，因为刚才这样从外面进来，我的身体的体温还没有办法调试，所以鬼啊，各位啊，不会啊，我们已经吃完了，然后接下来就等12点的跨年倒数了，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啦！新年快乐，拜拜。